哦，这个是很高的功夫哦，打鞭子。哦，给它鞭一下哦，我相信呢，那个皮都破裂掉了。好响啊！我都不敢太靠近哦。啊，打一下，我皮都破开了。这真的是高手。原来呢，师傅在这儿。哦，像放鞭炮哦！哎，师傅，这个是什么功夫啊？没有，就是玩儿，是没什么功夫，就自己玩儿，锻炼身体。这个是不是要很用力啊？没有，不用力啊，用力就不响了。就要靠那个技巧。对。就是回的时候那一下子。一下，对。越用力越不响。很不简单哦。哈哈，好，谢谢啊。